灯影融融化骨髓，温柔乡里结百忧。刚死的生魂果然是最好的。看着奴家做什么？死人也能助我一臂之力。妾身可不善动武啊。来吧，闭上双眼，烦忧痛苦自然也就离你远去了。奴家可担不起红颜祸水这么大的帽子。风云是我，寒无沙亦是我，只是不知你中意的是哪一位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你的频道，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、Twitch、哔哩哔哩还有 Discord。好，今天要介绍的是《神魔至尊传》当中出现过的方云的技能介绍。那这部影片就是介绍而已哈，不会多做一些分析哈。所以大家如果要看什么分析的话，这部影片得不到你要的答案哈。好，那狮子与士。然后属性为雷。好，那我们在前面的 PB 可以听到一首音乐，那首音乐名字叫什么我忘记了，不过那个是在上官远第一次加入，也不是加入啊，是第一次遇到上官远的时候，那个狂剑客那一幕的那首战斗背景音乐。那手游有改版啊，但是那个还是听得出来是那首歌。好天赋掠魂蝶琴，那主动攻击对战的时候，八十、十二、十五趴的增伤，武功提高。那主动攻击如果成功击杀之后，会获得再行动。然后间隔是4332哈，也就是说六星是发挥最大的价值啊。这个没有办法，六星看起来是非常的强势哈。好，不过因为看不到它的属性啊，所以目前从天赋来说，就是六星是最好的啦。所以如果大家抽它的话，就是六星是最棒的。他就是可以连续，如果没问题的话，可以连续杀两只啊。好，再来是技能魅影炼杀，攻击单个敌人造成 1.4 倍的伤害，但是他的暴击力会提高 20%。 好，这边还有一个重点，成功击杀目标的时候，该技能冷却时间减少3。好，那你就是要搭配天赋啦，搭配天赋，然后再用这一招。哇，这一招是做的蛮华丽的。好，可以在对战中提升暴击率哈。那看到，暴击率啊，就是大部分都是带赤炼鬼了，可以刷新冷却时间，可以配合天赋再行动，可以对敌人造成连续的高额输出啊，就是这样。因为看到这个击杀目标冷却时间减少3，然后刚好跟天赋击杀敌人获得再行动，刚好就是一起的。好，再来是电锁雷影，对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 0.5 倍的伤害。那这个看起来是在 PVP 可以用到了，但是脑洞是没办法预知他们的队形会排在哪里，但是会多少有一些奇效发生啊。好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明星癫魂。好，这一招很特别，主动使用，但这个主动使用的时候是不会增加，不会对敌人造成伤害的。那重点是明星乱神2，迟魂2，迟缓2，持续两回合。那重点是迷信这个行动结束，就是中的这个人啊、被上这个 debuff 的人呢，行动结束对自身周围以及周围一圈的敌人造成固定伤害，最大气血的 25%， 不可驱散两回合。好，如果这招是对助游放的，像小雪不是有一招风沙甘霖术吗？他的风沙甘霖术就是被动是行动结束时会帮队友周围的队友补血。那如果小雪被上迷信的话，他的风伤甘霖术虽然会补血，但是也会造成他周围一群人造成固定伤害。在我们刚才的前面的 PB 的影片，方云就是对小雪放这一招的明星癫魂，我觉得还不错。那你当然也可以放铁卫啦，所以无法护卫等等的。我觉得他在作为羽士的时候啊，不管是
打 PVP 或者 PVE， 甚至你一些打十字系啊，你可以上一些会一直迟缓的，会不是迟缓，会帮人他们的队友护卫的角色上这一招，因为你的护铁卫啊，一定是站在你的队友旁边嘛，对不对？刚好搭配明星，所以我觉得这招看起来还蛮实用哦，又是固定伤害，所以我会蛮想抽的，虽然我的队伍已经很久没有上阵雨势了。好，这边有讲就是超强的单体 debuff 的技能。好，再来是肆虐被动，暴击率提高 10%， 若与未满血敌人作战时，对战中暴击伤害提高 15%。 哇，这个被动专属于方云的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哇，那加上，不过他天赋是没有增加暴击啊，是，对，就悟空提高啊，这样中四天鬼是最好的。好，敌方不健康时，或就是暴击伤害提高 15%。 OK， 不是你死就是我死。好，这边有总结哈，就是一个拥有击杀者行动跟较强单体爆发的雷系雨势，需要合理运用天赋，巴拉巴拉。然后，这个技能很好理解啊。然后 PVP 常规这边有官方搭配是魅影炼杀跟明星钉魂长风，长风是哪一个？这边有讲长风吗？长风是一般的技能吗？好，忘记了。好，再来肆虐哈，魅影炼杀、逐风破哦，他有逐风破、肆虐。那他有疾风卷尘哦。OK， 这边雨势大部分都有的，这两招他也有。我觉得很特别啊，我觉得这招一定会带啊，魅影炼杀，然后或者是哪一招？明星钉魂，我觉得这两招应该是必带了。对，然后电锁雷影还好，对啊，魅影炼杀跟明星钉魂基本上必带，然后再加一个被动，对，再加一个被动，哇，那这要看关卡啦，这没有一定，好不好？那我觉得他的技能还给的蛮好的，我觉得给的蛮好的。那魂石搭配就是赤焰鬼跟头狼，哦，那看起来他行动力，哦，对，他行动力就有点危险了。当然可以靠一些，他有其他招吗？没有，他没有那个。OK， 他没有马踏飞燕啊，有点可惜。嗯，没有马踏飞燕的话，他的移动力就有点弱了。所以他才推一个头狼，也不是不行啊，不然就是，有点可惜，移动力变少，只有三个，是有点危险。但我还是给他搭赤焰鬼啦。那今天就是方云的技能介绍，那我们期待明天会公布哪一支全新的英灵吧。喜欢的影片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